这里真的挺险的，这里要真没煤，今天晚上全嘎了。我们看到这边没开完啊，往前还有一节的距离，大概还需要8到10块煤左右。我们看左边的洞里面应该没人拿。还有一个问题啊，最近这个游戏出来了外挂啊，我是很不能理解。就是这种聊天啊社交生存的游戏，为什么开外挂呢？没有家庭的行为用在这么一个游戏上面虽然说这么说不妥啊，什么游戏开外挂都不对。